上海，一个在新世纪里重新找回国际化大都市感觉的城市，人们却在通过各种方式复原心中的印象，寻找它曾经弥漫在每一个角落里的那种都市气息。说起大上海，人们就会提到外滩、南京路。其实，在从前，外滩的对面、南京路的背后，跟我现在所处的环境也差不多。我记得我小的时候，我所生活的环境也不是高楼大厦。这个地方叫西塘，是离上海不远的一个江南小镇。我常常来这儿找找从前的感觉。我父亲告诉我，他们那个时候穿长衫的要远远多于穿西装的人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那个时候已经有一些人开始穿起了西装，过上了摩登的生活。1845年到1849年的五年间，英国、美国和法国相继在上海县城北门外划定了租界，上海的雏形开始出现。但是它要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城市，还要在频繁的战争和动乱的生活中等待着大量的移民纷纷涌入这里，变成这个城市的市民。1916年，上海南京路上开设了第一家大型百货商场——上海先施百货公司。此时，市民的吃穿用也开始与国际流行同步。而此时，具有了大都市雏形的上海，声音也发生了变化，已经出现了有轨电车的铃声、电报电话的滴答声。市民们的娱乐还只是在几家戏院。梅兰芳等人纷纷在上海走红。从前的上海，在戏院、茶馆、饭店，到处可以听到各种地方戏曲和民间小调。80年前，突然有一天，有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奇怪的歌声飘进了人们的耳朵。70、80岁的人都唱过他的歌，那时候学校里都知道他，是不是？他电影界很有名啊，他是和那个阮玲玉什么，那个蝴蝶是当时的四大天王嘛。然后他音乐上就是毛毛雨非常流行，那赚了不少钱。那个时候就是小妹妹的形象，就是剪一个短发。刘海，这个是发型的。那么这个小妹妹形象，这个小妹妹呢，那个时候很出名的，上海人都知道。那个时候写信给我妈妈，不要写地址的，画个头像就她能收到。什么？这个是这首歌叫毛毛雨，
是我们今天能够听到的中国最早的流行歌曲。唱歌的人叫黎明辉，那年19岁。黎明辉1909年出生，12岁登台演出，13岁拍电影，是中国第一代歌星影星。2003年11月26日，我们摄制组在上海市郊区的一家敬老院探望了已经94岁高龄的黎明辉。你以前老是看镜头的，笑一笑就行了啊。我现在对那些老歌，就原唱的老歌，我都不听的，我都喜欢听翻唱的。因为翻唱的，它首先一个是唱的人好，第二它配器好。妈妈雨下个不停，微微风吹个不停，微风细柳轻轻，哎呀呦柳轻轻。哎，那个时候4、5岁我就知道了，我知道我妈妈唱的歌是我外公写的。毛毛雨的词曲作者是黎明辉的父亲黎锦辉，他是中国早期流行歌曲创作的大师级人物。1921年，他带着推行白话文国语的重任来到上海，然而他却在这里成为了中国流行歌曲的开创者。胜利公司黎锦辉的照片挂得最高，他比梅兰芳还在前。当然有人就问他，怎么黎锦辉的照片你挂得那么高在前头？他说我们是做生意嘛，谁的销路最广最多，我们就谁就是第一位。我外公写流行歌曲比较早，从27年开始的时候，他是一种尝试，是吧？那么他要找人唱嘛，就找我嘛，找不到别人的，因为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人唱流行歌曲的。黄仁美他还没出道了，周璇还也不知道还在哪里，你说是不是啊？所以没人唱嘛，他只能找我母亲唱嘛。从1922年黎锦辉创建明月音乐社开始，开创了流行歌曲创作和歌舞演出的先河。1930年创办的明月歌舞剧社更是成为了中国流行歌曲和几代歌星的摇篮。上海房子是直通的，叫一幢房子，这一幢房子一层楼就一间，那个旁边的呢都是什么亭子间、厨房、晒台。上二楼住男宿舍，这个三楼住当地宿舍，底下就是一间空屋子，很冷啊，洋灰地，一个钢琴。三楼呢是有几个，还有两个是印尼的华侨，啊，一个是打鼓的，还有一个呢就是。他就专门每天帮我们练功啊，压腿啊，什么下腰啊，帮我们这个。我们小挺好玩的小孩吧，都是就叫他呢，叫阿玛尼，叫他妈妈，啊，就这么开玩笑。劈劈叉呀，什么姿势，学学这。是，他不是单学那个，就是一方面唱着那歌，那会儿歌舞剧嘛，就尽量发挥你自个儿的什么也，你自个儿体会呢，他讲一讲，讲你自个儿，比方说那小小画家的内容，他要给你讲讲怎么，然后自己发挥。
2003年的冬天，我们按照地址去寻找位于上海常德路上的明月社的旧址。到那儿一看，那是个大工地，老房子没了，新房子还没建好。我们只能根据人们的记忆去想象当年的明月社。穿也不要自个儿洗，什么都不要自己做，都有人，有大师傅烧饭的，有个女仆，就是女工，洗衣服、烫衣服，还挺讲究的。吃饭有人给做呀，有大师傅干给我们做的都是很好的饭。那会儿记得红烧溜里头特别印象，有那个卤鸡蛋什么的，也一个什么的，红烧溜吃的很好。噼噼啪啪，噼噼啪啪，哦，有人敲门，哦，有人敲门，谁呀？我呀，哪一个？我姓何，哦，何大哥，何太太，请进来，你好啊。李锦辉出生在湖南湘潭，李家是中国典型的书香门第，祖父李宝堂是举人，父亲黎松安也是晚清秀才，家中共有兄弟八人，都是在近现代历史上颇有名气的人物。大哥李锦熙倡导白话运动，李锦辉开始追随大哥推广白话文，创办了国语周刊。在推广实践中，他最终提出了学国语最好从唱歌入手。那个时候说句老实话，我们出去，你假如说你在就是在田埂上走，你就是在步行街上走，听到的都是李先生的曲子。小时候学校里排什么歌剧啊，那个小小画家，麻雀与小孩，葡萄仙子，什么面包哥，我排了四个歌剧，排过。那时候我在初中来说，我的因为那个，常州是在河北省是二等城市了，就是你像他的《月明之夜》《葡萄仙子》，《麻雀小孩》《小小画家》等等，我们都有演出。那就是我跟我小娘娘那时候没事，我们俩就在家里就跳舞，就是两个高高的高，就这么那么就是这么唱了，没事我们俩就在一块唱歌。人的形象呢，是我刚刚6岁上小学的时候，我就演的这个歌舞剧，所以到现在应该说是70多年了，在我印象里非常深刻啊。舞蹈的姿势我还能记得，是吧？暖和的太阳，就这么跳啊，最后跳的金姐跟银姐跟牧羊孤儿的。在比较给我们幼年时候的这思想里头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啊。他就觉得金姐有爸爸爱，银姐有妈妈爱，就像你的爸爸你的妈妈你。Bye.
世纪三十年代初，成为都市后的上海也迅速地养成了都市的习性，赶时髦成为市民对待生活的基本态度。在服装日用品之外，对于刚刚出现的流行歌曲，人们关注的热情就在瞬间超出迷恋了百多年的戏曲。流行歌曲的歌本唱片成为都市里的年轻人追逐的目标。这张照片上的这个楼叫新兴公司，它是在南京路上开设的第三家百货公司，那是在1926年。它的老板啊是个广东人，名字叫李敏周。按说一个商人跟流行音乐也没啥关系，但是李敏周这个人非常聪明，他为了和比他先开的先施公司、永安公司竞争，他想出了一个吸引顾客的奇招。他在这个楼的六楼开设了一家电台，那时候那个电台是一个很大的玻璃装置，歌星还有电台的主持人就在这个大玻璃罩子里面当众表演。那个时候上海人把这个叫玻璃电台，好多人都挤着去看这个热闹，挤不进去呢留在家里听听无线电。写他我还讲呢，他说我的晚傍晚的时候在这个椰树的椰林里头，那个椰子，他说看见青年男女弹了吉他在那里又跳又唱，他说美极了，他就像回想起了桃花江。当时没想到什么这些歌会流行，听的人家说桃花江是美人窝，桃花千万朵比不上美人多。果然不错，我每天不到那桃花林里头坐，来来往往我都看见过。
爱妃，我要爱你妃，像你这样的美，不少也不肥，百年成夫配。巡演的过程中，李锦辉发现了严华，很快严华便成为流行歌坛的另一个明星。就是因为他唱了这些歌，那些很受欢迎。那时候有姚敏、姚丽，严华，严华有，他是很红的，他的花名叫桃花公子，花花公子，长得很高漂亮，北方人。桃花江他那个片子唱片印的多啊，马路上什么小孩桃花江里美人多，都会哼哼啊，所以严华来那个给他命名桃花太子吧。各种名目的歌舞演出在各地都受到热烈欢迎，歌舞表演的领军者明月社在此时也达到了盛极一时的程度。最开心的事儿，我看他是在沈阳，沈阳那个老板西娟老板开开抽屉里头都是钱，抓了往他口袋里头扔塞，对吧，往他几个口袋给他塞满，他说我们从来生意没这么好过，这是他常说给我们听的，就是他很觉得自己挺自豪的。因为他们表演到处要去的，比如说上海、北京什么的，甚至到南洋，因为南洋可是一个大很大的市场，因为很多的华侨很喜欢的这类的那个表演那个娱乐。南洋巡演大概一年呢，大概跑遍了这个南洋群岛，什么泰国巴达维亚什么都去了，而且赚了好多钱。赚了钱之后呢，就发场费，每个演员都给要发每一场给多少钱。到弄到最后没钱了。我说他不会经营，他没有商业头脑。他以前成立过美美女校，成立过中华歌舞学校之类这样的，陆续办了很多。都是理想非常的高远，他要训练歌舞人才，但他经营不善，每次都是几乎都是经营不善收场。有人建议李锦辉不合算，你进来签合同学好以后应该要义务的做几年，你才能保持你这个社的这个利润，是吧。李锦辉说我不是做生意，我怎么能够跟人家这样子。李锦辉送走了其他的演员，自己与徐来、黎丽丽、黎明辉却因缺少路费而被困新加坡。那后来就是书商说你这毛毛雨啊，哎呀太畅销了，书都卖完了，那你回不来，那你再写一点吧，就写这调调的东西，就写一些爱情的东西，男女之间的东西，不错，那我付你版税，他就回来了。1929年2月到10月，在这8个月里，李锦辉在新加坡创作100首家庭爱情歌曲，在上海，流行歌曲也开始展露出巨大的商机，模仿李锦辉的各种演出团体相继出现，其中较为知名的梅花歌舞团。也有龚秋霞、张仙玲等歌星被称为梅花五虎将。杨梅杨梅吐吐欢金昆金小辰光是听过的是吧，小辰光是听梅花歌舞的是吧，
对，念念，念念，因为他在梅花歌舞团呢，跟魏老师呢，就全中国都差不多走了18个省，都很累的，而且呢，就是到每一个地方呢，都要跟那些军官啦、军阀啦那边应酬，他说就蛮累。后来他到了上海，到了明星公司呢，他就不肯再去跑码头，他们叫跑码头嘛，那个时候。那时候他多大？他应该从14岁到18岁吧，4年了，差不多。今年啊，那都才在87。嗯嗯。啊，侬看1916年。出事个，1916年，1916年装的。侬还记得祥瑞初次开吧？记得。在哪唱的？啊，低音，还有另外中音，我得。长辈长辈不孤单，心宽不孤单，担不住的山峰飞不远。长辈长辈不孤单。徐来，他是徐来，因为当时中国标准美人嘛，那是很美很美。离婚在35年的秋天，好像每个报纸上都登的他的婚变。就唐生智是湖南的军阀嘛，他弟弟唐生明看中了徐来，就抢走了，对，等于把我父亲的太太抢走了，钱也抢走了，后来就住医院了。后来有一个小女孩，18岁的女孩来伺候他，看他，就是我的妈妈。真正对他的人，了解是在他离婚之后。但是我祖父，我的外公说：“哎，你怎么可以嫁给他？我们什么？我们是官僚嘛，是不是？我们是上层，怎么可以嫁给这些戏子啊？这搞音乐的这些不行的。你要跟他结婚，我就跟你脱离父女关系。”后来就登报脱离父女关系，但是后来生了小孩，外公想想也算了算了，这个事情后来还是来看我们，请我们去吃饭。所以他有很多故事，我母亲真是一辈子都在伺候我父亲。我们结婚的时候他一无所有啊，对吧？他所以那个时候他在舞厅赚的钱就租的那个是爹村的房子，全部都是新的东西，后来离婚嘛都给徐来了。他说人都没有了，我要东西干什么？他觉得我自己我随便做点什么我都赚得到钱。1931年春，明月歌舞剧社在上海招生，聂耳被录取。一年以后，周璇也经熟人介绍来到明月社。当时他还叫周小红。周璇进这个明月社，他不是考的，他是这个有张景文，是原来歌专的学生，一直留在明月社的女的，他的邻居是周璇的邻居，
朱璇家那个她是养女，养女她就是父亲呢好像抽鸦片，就老想把这个女孩卖掉。那么张景文这个人很好的，他觉得这个孩子挺怪可怜的啊，他就跟李景辉说有这么一个女孩，你看把她收进来好不好。那么李景辉也无，我多一个人无所谓，来就来吧，但是你带来我看看。带来呢很小巧玲珑的这个周旋，他就说好吧，你就留在这儿吧。给我印象最用功的周旋，他很用功，别人都在睡觉呢，他轻轻的小巧玲珑的慢慢的走下楼去练劈腿练舞蹈，没人弹琴的时候他偷着练琴。1935年，明月社盛极而衰，台柱李景光、严华等人抛开李景辉，另组大中华歌舞团，准备再次下南洋巡演。李景辉在一种黯然落寞中返回长沙老家，他写下的诗句：“一轮明月下南洋，两袖清风还故乡”，清楚地透露出他此时的心境。哀唱歌的鸟，俺说话的人，到底几时到了？待我提起你的欢笑，仿佛一生的心事，大家皆快乐的省立实验小学，这所学校有100多年的历史，现在是扬州市东关中心小学。这所学校他们很早就有流行的学堂乐歌，而且流传至今。那么多年过去了，每一年
小朋友们到这个学校去当学生，老师都会教他们一首歌，而且要他们每天放学都唱。这首歌叫《西歌》，歌词写得非常有意思，我念给你们听。光阴似流水，不一会儿客必放学归。我们仔细想一回，今天功课明白未？老师讲的话可曾有违背？父母望儿子。这个我们以前老师是用那个风琴啊，他这以后一句一句教我们。放晚学的时候呢，大家排好队，我们唱到这首歌以后呢，就想到我这一天干了什么啊，做了什么，为什么啊，这个上学为什么读书。老师讲的话可曾有违背？父母望儿背，我们也离我开。也 早一点了，那是另外就是介绍沈庆功他们去这个搞了一些歌曲，也多半从日本介绍过来的一些歌曲，那个开始学堂里唱的叫这些歌曲，那个叫学堂乐歌。当时候这个乐歌的书还没有的，乐歌的歌本还没有的，所以这个1902年，在1904年以后了，这个就陆续的出版这个歌本了。那么这个沈庆功这个学校歌曲，学校唱歌的可以叫比较早的，我本来认为是第一本，1904年出版的第一本。这首歌的曲调呢，是美国的，美国一个作曲家叫做奥德维，奥德维的一首歌曲叫做《梦见家和母亲》。这首歌曲呢，就是改变了，稍微有点改变了这个奥德维的曲调，因为现在我们唱的就是长亭外，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。但是奥德维的原曲呢不是这样的，原曲呢它有一个异音的，就是结束的那个时候有一个异音，就是当地中当当当当当当当滴答答滴答，就是当地中当地当当当当当滴答滴答当。
科目就是唱歌了，在这个救亡歌曲之前就唱的学堂乐歌了。那个学堂乐歌呢，不仅仅是现在我们知道的什么李叔同啊、沈勋公啊他们那些作品，嗯，那是一种风险，当时别的人写也写这东西。词同曲调，嗯，这个对这有影响。学校里头唱的歌一般都是齐唱或者独唱，但是李叔同的那个春游是三部合唱，那么可能像这首歌曲是中国最早的合唱歌曲。那么现在当中这个合唱、齐唱、重唱，这个都有了，是吧？那么要讲合唱歌曲的起源呢，可能讲李叔同这些春游，可能是比较早的，或者是讲的最早的，嗯，那么这个歌词，那么现在一般都是白话诗，语气诗。是，这是唱的，就是，没有那个文绉绉的那个歌词了，是吧？天上飘的些微雨。上吹了些微风。